的话，你不能用这个清除，因为这个清除只能清除里面的资料，它没有办法清除掉格式。比如说呢，这里面的字还是蓝色，它这个底色还在，框线还在，粗体还在。OK， 所以特别需要，如果你要清除的话，假如说我要各个把它分别清除的话，有几个方法。第一个哈，我们一样把刚刚的这个颜色多重这个复制一下，那怎么加，我就怎么去掉好了。OK， 所以把这一段程式再贴下来，那加一个清除两个字好了，也许就是再把颜色清除，我们再说明一下哈。OK， 好，那如果说要把颜色拿掉的话哈，特别注意哦，那个封 color 部分的话。原来的颜色啊，原来颜色是黑色啦，有没有？这是黑色，黑色。所以呢，如果说你把它变成蓝色的话，其实如果你要让它恢复的话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它改成什么？改成黑的就好了。那黑的是 RGB 是多少呢？哎，白的就2525最多嘛。所以最大的话就白的，最小的话就黑，黑的话就000啦哈，三个零就 OK 了。哦，所以特别重要，这个可能要稍微理解一下了哦，或者是用稍微记一下吧哦。没有，就你把它想象成开灯关灯一样嘛，你关灯就整个黑蒙蒙黑色的嘛，对，就是亮度都没有，就零。啊，如果你开得很亮亮的，哇，那整个快啊、眼睛快白掉了 ，OK 哦，太受不了了哦。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哦。所以如果说你要把颜色去掉的话，第一个就是把 A 拿掉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 A 拿掉之后的话，然后再把它的颜色改为黑色就可以了。OK， 第一个，这样应该比较简单的哈。啊，当然，如果你除了把颜色拿掉，其实还有别的用法。不过这个是应该最简单的哈。第一个，那所以我把这个执行一下啊。假设说我今天执行这个，然后把 A 的部分拿掉的话 ，A，OK， 你会发现哦，它除了拿掉之外，它里面。颜色应该也恢复成黑色了，所以我现在把这个输入一个，再输入一个 A， 那你会发现它背后的颜色已经改为黑色了，所以没有问题哈。颜色改回黑色就是等于是清除哈。那第二个的话，底色怎么拿掉？第一个当然呢，我们一样清除，除了清除资料之外，那它的底色的话特别注意哦，它的叫 Intro Color 哈，等于没有。那没有的话呢，在那个。VBA 里面有一个习惯用，没有的话哦，就是 XL None 加一个 XL 开头，好，然后加一个 None， XL None 的话就是没有颜色的意思。也就是说哈，如果你不能说你这边给他什么，给他一个，我本来颜色上，我本来想说，哎，颜色哈，如果我说我要把它恢复成它背后原来是白色，那我原来是写成这样，写成是吧？255，对，255，这边也255，那把它底色改白的。我本来的想法这样，应该很简单，对不对？白的嘛，对。可是呢，执行过之后的结果，看同学，哎，白的，其实看起来也没有问题。我本来是写这样的，但是同学就说老师怪怪的耶，这边好像、什么东西不见了。OK。啊，其实说真的，背后那个框线其实是虚的，这样的列印也不会出现，也不会影响。但是呢，感觉上就是一种感官上就觉得不对哦，所以呢，后来我又改了，我就后来改成什么？把如果没有颜色的话，没有颜色不是白色，没有颜色是这样 ，XL None， 这样才对哦。OK 哦 ，XL None， 好，把它移开，这样子没有颜色，好。那把它执行一下看一下，如果写这样哦，框线会回来哦，执行，哎，恢复正常，然后发现啊、哎，这样是比较标准的哦。啊，其实这些其实也不是书上，也不是哪一本书找到的，这很多东西都平常实际上哦做之后发现哦，这样做才比较正确。好，第二个哦，所以这边应该懂我的意思啊、哦。第三个是把框线拿掉，哎 ，C 的框线，那、啊、C 的框线在第一个把资料拿掉，所以 C 拿掉。那框线的话呢，特别注意哦，框线的话，所以呢，如果说我今天是不是也可以如法炮制，没有颜色，那没有颜色是不是 borders color 等于没有颜色？哎，这边的话我就打一个 XL none，
看一下哈、哦。其实我本来是写这样子，没有、把 C 清掉，把它的框框也去掉 ，OK。啊，去掉的话就是让它颜色变成没有颜色啊。不过执行之后看一下结果，哎，这个时候的话 ，C 拿掉了，框线也不见了，但是眼尖的同学哈、哦，就有同学，其实我本来也是这样讲，就讲完了哈、哦。我就是有同学说，老师不对啊，这个地方好像有一点那么怪怪的。我说有吗？哦，对，我后来真的靠很近的时候看，哎，真的有看出不一样。我有时候远远看嘛，我觉得没有啊，不是很正常吗？哦，他说线条应该是灰的，为什么这边有一点它变得浅浅的蓝？哦，好，那我就要找答案了。OK， 所以有的时候啦，其实说真的，这个对于你将来输出利益都不会构成影响，只是说呢那个。哎 ，emoji 的感觉不一，就是那个哈、哦，所以写程式是这样啦、啊。你为了要吹毛求疵，有没有？你就是要把答案找出来。如果你没有把答案找出来，你就是觉得怪怪，就浑身不对劲。但有时候你就是找不到答案，因为也没有人告诉你答案。啊，像我的习惯就是我要自己找答案。那我要怎么自己找答案？试一下就知道了。OK， 或 Google 一下，如果 Google， 但 Google 半天还是没有答案的话，就想一下，哎，为什么会这样哈、哦？后来我发现哦，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把这个问题给解决，就是刚刚 borders color 有没有？后来我发现，我记得我好像在这边加一个什么 color index， 意思就是说它的颜色的索引值，颜色跟颜色索引值在 VBA 里面又不一样哦。哦啊，不过实际上当然讲到 index 索引值就变成数字了。不过我把这个地方加一下 index 之后啊。然后呢，把它变成没有，只有加这个哦。哦，后来我发现这样会不会 OK 呢？试一下就知道了。哦，所以有时候答案怎么出来的，都是要反复测试的啊。只是说，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哦，我没办法说每一个试给各位看。啊，只是说我在这边增加一个 index， 看一下，哎，有没有发现这个就不见了？哦，其实很奇妙的，就加一个 color index 等于没有颜色。就 OK 了，啊，另外还有一种写法是 color 的 lifestyle， 等于没有也可以啦，哦，好像我看讲义里面是不是 lifestyle， 哎，对，我在讲义里面好像是用 lifestyle 等于没有，这个方法也可以啦，哦，啊，刚刚那个 color index 也可以，两个方法，哦，都可以做出我们要的效果，哦，不过这个我都有试过啦，所以有的时候至于我怎么知道答案呢？有时候就是说尽量还是要善用那个 F1， 就是你按 F1 之后啊，它会跳出说明。那官方的说明里面它都会讲什么 color index 什么什么什么啊，里面的话它会给你一些说明。哦，啊，有时候自己要是爬文一下啦，哦，啊，有时候爬文它里面的文字叙述不是很清楚啦，所以有的时候你还要在里面再去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就继续看哦，然后一直就是有点像找线索。哦，OK， 好啊，最后的话呢，就 bold 这个D 的话一样把它删掉。然后一样嘛，如果有底色，有那个粗体，就把它变没有的话，就是打一个什么，打一个 false。啊 ，false 可能要会拼哦，哈 ，f a l s e， 好 ，false。啊，如果你没有拼错，你打小写，移开首字会变大写，哎，有变大写。OK， 如果你移开，哎，奇怪，怎么还是小写？你拼错了。OK， false。啊，我讲过了哈，如果你实在是。记不起来，你就不然就 false 改零也可以啦。哦，一的话是 true， 零的话是 false。哦啊，不过，习惯上还是打一下啦，不然的话我怕你们最后记反了就麻烦了。本来一是 true， 就是你一改就变 false，变成两颠倒。哦 ，OK 好，然后把它执行看看 OK 哈，哦。所以这边的话呢，把这个 D 我把它再清除一下。嗯，格式啊，对我这边好像。那个 VBA 的这边是把它改成乘积怎么乘积格式清楚哈，在这边的话，这边改一下格式清楚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基本上哈，我们就完成。所以输出清楚，啊，这个原来有初体会不会？哎，初体现在就没有了，那它恢复正常了。好，那这个是有关怎么加上去，哎，就怎么把它去掉。
的说明啊。不过其实哈、哦，另外还一招更快。其实啊、哦，如果说我要清除的话，假设啦，我不想管，反正我就是针对这个范围里面的所有资料哈、哦，一般怎样？常用里面不是有个清除？清除里面不是有什么清除？清除格式是清除，其实清除全部有没有？就是包含字跟格式通通去掉。哦，那你可以用什么？全部清除，这样就全部 OK 了。哦啊，只是说，当然会有一种可能性，就是原来你有框线也会被去掉。对，如果比如说你有画框线，那清除全部它就包含所有一切都清掉。所以这个部分的话，就看你用的哈、哦。所以如果你要用这个方法，在程式里面的写法啊，你就可以怎么写呢？刚刚的就不用写这么长了，就是乘积一堆，这边有吗 ？For net 这个可以不需要写啊，不需要写。我习惯是把它注解掉，就是一般你想说，哎，那我要重写哦，你就把它删掉。可是删掉以后就没了参考，怎么办？记得在前面加单引号，单引号是注解嘛，意思就是说哈、哦，我这个程式不删掉，我要把它留下来当成注解。可是想说老师，那这边这么多行哎，每一行每一行注解不是很花时间吗？其实有个方法，如果这些你不要删掉，你要留下来当注解，比较快的方法哦，上方按右键，工具列上面按右键编辑，它会出现有一个编辑工具列。那这个编辑工具列哦，它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呢？这边有一个叫什么，使程式变为注解，有没有？啊，它的好处就是你选的范围，你按一下，它就全部注解。哎，慢慢前面都变成单引号，有没有？啊，如果你将来又后悔了，你要恢复的话，还有一个使注解还原为程式，这样就 OK 了，有没有？哎，这样这个还蛮方便啊。如果你不会这一招的话，你就是要变成你要一个一个一行一行前面加单引号，啊、太浪费时间了。所以这个好、哦、OK 好、哦。那如果说我把它注解掉，啊，特别重要，这个在哪里？这一个工具列上按右键编辑，啊，就出现了。好，那我们把刚刚的另外一种写法写一下。如果我今天要全部清除的话，我就跟他讲说，哦 ，range 指的是范围，哪一个储存格开始 ，H1、H2到H7， 所以你跟他讲 H2到H7。这个范围呢，点下去之后的话，哦、不过 range 刮弧它还是会有清单，可是 sales 不会有、哦、你就打一个清除全部的话，其实就打一个叫它一个方法叫做 clear 就清除全部 ，clear format 就是清除格式，有没有 ？clear contents 就清除内容，啊、哦，特别重要，你就第一个是这个范围。这个范围怎么高怎么指向呢？就是用 range H2 冒号H7 点 clear， 把这个 clear 点两下，或者是直接把它这个点 CL， 然后我习惯是点两下 OK， 好，这样也 OK 啊。如果我不用刚刚那个方法，我只有这样一行可不可以？其实也可以哦，试一下输入清除格式清除全部 OK， 哎，这样也 OK、啊、不过当然可能要视情况、哦、如果说你清除全部，可能会把一些可能应该保留的也不会保留下、哦、OK， 那请各位试一下、哦、把那个多重颜色再把它清除掉。那我们有四种格式的变化，那我是建议当然至少你要知道怎么加，哎，就要知道怎么把它拿掉啊。如果说你可能不是需要特别个别的拿掉的话，那你可以直接用个 range 跟他讲说，哦，从 H2 冒号H7，一个方法就 clear 就可以 ，clear 就是清除全部哈、哦。